我不我不知道我 我自从我就是参加节目到现在，我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谁考？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夸曼总统府开唱门票秒杀，被红选歌不恰当 ，QQ 了。2023总统府音乐会跨嗨宴。哎，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啊，还真的可以啊！大嘻哈时代第二季总冠军 Aquaman 抢进总统府啦！6月12号中午12点，门票一开放索取，立刻弃洋光光。7月8号就跟着 Aquaman 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跨海音吧，您直击最新赶场画面。Aquaman， 你办个照啊，跟你音乐会办你的歌哟。Aquaman 被封为嘻哈茄子蛋，掀起一股台柔势力。But 红更笑脸下也有乌贼西尊。出担纲乐天桃园表演嘉宾，就有网友发文讨论，在后半局数攻守交替期间放歌，竟然放呀嘛这类的歌词，认为阿夸曼选歌非常不恰当，诸如我将你的衣服脱掉不用3秒钟，枉费我专程带好料的要给你老婆喝。DJ 有放我的歌，但是那是我不知道的状况下，DJ 有放了卖萌烈鸡，在卖萌烈鸡里面，我没有。啊，都是哦。边插个话，其实当天 DJ 本来要播的是高尔宣最后一次，殊不知误播了鬼转版本。那个前妻的美，这件外套是浅蓝色的，我前妻是深蓝色的，这件外套要爆奶妆啊！太懂了。上上灯快投手20号陈宇勋。我不会乱呛这种没水准的歌词。对打对。诸如我将你衣服脱掉不用3秒钟，我这个是在写因为妈妈辛苦，就是从带一个小朋友，然后一开始可能帮小朋友换衣服很慢，然后还是很熟练之后，他帮我换衣服只要3秒钟，就写关于母爱。我写这些故事错了吗？枉费我专程带，对不起，我小哽咽，但我在那次，枉费我专程带好料要给你老婆喝。这是我高中的同学，高中毕业后结婚。啊，他们结婚的比较早，然后就生小孩。他老婆也是我以前的好同学，穿一挂迄好食的啊，单路啊，伴手礼过去买给人，去用去用美之用的啦。我不知道 我自从我就是参加节目到现在，我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谁考？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第一次体会到那种被网暴的感觉。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歌词是干净。我跟你讲，我今天饭都没有吃，我今天一口饭都没吃。我去我们大湾路那边吃薯条，我一口饭都没吃。冰旋风怎么吃？我根本没心情吃冰旋风。我发现这样两包直接丢旁边。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吃薯条竟然没有加番茄酱。哎、欸，那个你把那个电风扇挡住了，我现在压力很大、欸。你染这种头叫什么名字？你就说我要跟阿瓜妹一样帅。然后他就给你染，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跟阿瓜妹一样帅。讲个认真的、啊，就是歌我会筛选，我都尽量没有唱一些我那些比较有的没有的以前写的那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歌啊。如果大家还不能接受的话，我下次再想办法，我再写更好的歌。早知道跟你来，希望我还有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去棒球场，然后下次我想去味全龙，不然就是那个新竹工程师可以找我去表演。我是哪林，我是台湾熊秀，我上单美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我们是号角响起。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伦。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